日前，网红李雨桐自曝遭薛之谦骗财骗感情，还指控其泰国吃货造假卖惨，引发热议。但是薛之谦方一直未回应，如今又添实锤。据粉丝爆料，薛之谦和李雨桐合照曝光后，有网友15年6月份在韩国机场也拍到了薛之谦和李雨桐又亲又抱的，穿的衣服和大头贴上的一模一样。当时薛之谦并未离婚，所以婚内出轨实锤了。日前关于李雨桐薛之谦的消息不绝于耳，而在13日深夜，李雨桐放出了自己和薛之谦所签的合同，放出了第一弹实锤。李雨桐博文中写网店是他和薛之谦合开，各占50%股份，但根据工商信息查询结果，这家公司薛之谦和他爸各占50%股份，股东名单里根本没有李雨桐的名字。这份查询记录本是反驳李雨桐的有力证据，不过随着李雨桐甩出跟薛之谦当年的合约，真相又变得扑朔迷离。